为了帮助即将参加学测以及统测的学生祈福，梁贤堂社福基金会、十八度C文化基金会延续陈仇阿嬷精神，今天特别来到埔里高工，为准考生致赠高粽，象征学测能够取得好成绩。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毛董事长，还有我们梁贤堂基金会代表陈仇阿嬷来一年一度为我们埔里在地的学子参加统测，来获得高分，来赠送蛋糕还有粽子来祈福，让我们孩子可以获取高分。那这样的一个为在地的学子来祈福的活动相当有意义。那我们埔里高工特别感谢毛董事长，还有我们梁显堂的曾主任来为同学勉励。那我们学校是在地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中心，那所有的师长一定会尽力来好好的培育这些孩子成为我们台湾未来工业的人才。梁显堂社福基金会主任曾进勇表示，陈仇阿嬷对于学生都有所期待，因此每一次大考阿嬷都会准备高粽来祝福学生。基金会今年也延续阿嬷的精神，致赠高粽替学生祈福。陈仇阿嬷一直以来对教育工作很重视，虽然陈仇阿嬷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可是我们梁显堂基金会还是秉持着陈仇阿嬷的理念，把阿嬷理念精神继续延续下去。之前阿嬷一直对学生的充满期待，所以他对考试他会特别准备一个小小的粽子，这个粽子是特别处理过的，它不是一般的粽子，它是有经过磨过的，叫做龟掌。阿嬷希望学生可以接受磨练，也有勇气接受磨练，而且这个龟掌它很特别，用一圈包绑起来的，不是一般的绑两圈，所以阿嬷希望学生在接受磨练的过程里面可以一帆风顺的成长。谢谢。十八度C巧克力工坊董事长毛进祥表示，为了延续阿嬷精神，也配合梁显堂的粽子制作了蛋糕，象征高粽，也祝福学生学测都能考到理想成绩。好，这次参与小朋友在学测的这个过程当中，秉持着陈仇阿嬷过去十年来都一直包这个粽子来鼓励孩子在考试过程当中能够让他高中。那在这个过程Finigating 也跟随着阿嬷来鼓励我们这么棒的孩子的学习成长过程当中，给他们自信满满，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蛋糕跟这个粽子呢，让他们有高中的这样子一个方式。那经过我们的巧思呢，让这个整个包装都能够让孩子一个非常棒的鼓舞，而且也更有自信。学校则感谢十八度C巧克力工坊以及梁显堂社福基金会在考前为学生们祈福，希望学生考试顺利，取得好成绩。记者陈云志埔里镇采访报道。